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启聪。关于这个阿克玛呢，我已经做了很多期视频了哈。我看我今天呢，我想做一个非常终极的视频，讲关于阿克玛的啊，就是呢，我们到最后呢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阿克玛啊？请记得哦，处理这个字哦啊，没有说要对它怎样怎样啦哈，但是呢，就是。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，关于阿克玛这一个这么嚣张跋扈的乌青团长啊，我们到最后应该要怎样处理他还是最恰当的啊？现在我们可能等这个司法来收拾他，但是很多人都对此抱着悲观，认为应该不会有什么效果了啊。然后我们除了等着司法来对付他。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？OK，想到这里，大家都很泄气，是不是？觉得哇，这个国家，这真的可以让这个阿克玛无法无天啊，他打横来走啊，哈！大家想到这里，心里就很过不去，是不是？总是想着要怎样收拾他啊，心里面才会爽快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哦。OK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呢，我们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收拾他的，而且绝对合法啊，不用担心啊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啊。就是呢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我现在再重新的呼吁一次，就是呢，到了下一届的马六甲周选不会很远罢了。我记得马六甲周选是2021年啊。应该最迟2026年，也就是2年后，马六甲就要周选的了。现在阿克玛是马六甲的其中一个州议员兼行政议员啊，他有一个议席要打，我听说是马来区啊，不要紧，OK，等下我会解释的。OK，这样呢，他最先2026他肯定会打一个马六甲的州议席，然后到了2027的时候，他肯定也会打一个国会议席。啊，因为他是五星团长，不可能不打国会议席的啊。OK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假设他先打一个州议席，再打一个国会议席，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大概率还是在马六甲了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马六甲，他应该是不会去其他地方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马六甲的情况啊。马六甲虽然是属于南部的州属啊，但是其实已经被国盟侵入了啊。你看1119大选的成绩。马六甲六个国会议席呢，三个被西蒙拿下，另外三个全部被国盟拿下，国政是鸡蛋，所以你想一下了，你觉得巫统在马六甲，如果单单看119的成绩的话，巫统在马六甲的生存率是零哎，虽然2021年的时候呢，巫统州哎这个马六甲州选呢，巫统是胜到完，但是呢，只隔一年的时间，到了119大选呢。巫统可以输到完了嘞，其实已经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了啊！大家都知道啊，1119之前呢，巫统是很厉害，可是119过后的巫统啊，就彻底的被这个国盟取而代之了啊。OK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这个马来票呢，有甚至是马六甲的马来票呢，至少60%-70%是支持国盟的啊。这个点我们也不用质疑啊。我给大家简单的想一个问题啊，你认为现在阿克玛演那些猴子戏啊，那些已经铁了心支持国盟的马来人，会不会因为阿克玛这些猴子戏而转移他们的心态去支持这个阿克玛？你说可能吗？如果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想象空间的话，OK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更简单比喻。如果说今天我们最伟大的总会长魏家祥每天在那边忧国忧民忧华社，OK，气青上脸给你看，你会因为这样而不投火箭而去投马华吗？你会讲不可能的吗？一样的吗？是不是？马来人也不可能因为阿克玛的猴子戏而去支持阿克玛了吗？OK，所以其实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，我相信到了2026马六甲州选的时候呢，阿克玛的选区呢，过半的马来票是过去国盟了啊。如果阿克玛竞选的时候，他的选区过半的马来票是支持国盟的话，这样这时候阿克玛就要向我们华人票叫救命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跟你讲，sorry，我主张零张华人票啊，一票都不要给阿克玛啊。然后你一票都不要给阿克玛，你看阿克玛怎样胜啊？然后我们确保他输，
等他输了过后呢，可以带出来两个很重大的信息。第一个很重大的信息就是给阿克马自己知道啊，辣椒是辣了啊，谁吃了辣椒谁知道了啊啊，给他知道什么是恶有恶报。第二，杀鸡儆猴，阿克马被拉下来了过后呢，可以给全世界人都知道一个道理。没有人可以很大声地说自己完全不需要华人票，不需要印度票，没有人敢说这一句话。华人虽然渺小，但是在你没有拿到过半马来票的情况之下，华人票可以决定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！这一个信息要很清楚地带给全部人知道啊！今时不同往日啊，今天的国门跟以前的国门已经啊不是同一个 level 了啊！我真不明白巫统有什么本钱可以拿出来想嚣张啊。所以呢啊，大家对于阿克马呢不需要泄气，也不需要悲观啊。不管这个司法能对他做出什么样的结果都好，我只知道呢啊，到了来届马六甲州选还有全国大选，只要华人坚持一张票都不给他的话，我们肯定可以对付到他啊。好，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